枪声。你的枪法还需要多加练习哦。今天就这样吧。这个是谁？找到掩体，别想成为漏网之鱼。你的枪法还需要多加练习哦。
小心，前方有机甲出现。这次我可不会射偏了。我好像听到了枪声。可以的。优秀的驾驶员可不能只会驾驶一种机甲哦。不能再让机甲受损了。已经被瞄准了。
需要尽快治疗。快前往目的地。想成为漏网之鱼，注意，前方好像有人。快前往目的地。这种场合再依赖机甲就太不明智了。